我现在和朱胖胖在这里等陈二梅，因为今天我姐来成都啦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出发去机场接她。哦吼，路上有点堵，我姐已经给我打电话了。喂，喂，我马上到了。我信你个鬼！呀，可算看到我姐了，陈欧欧，你个真的是墨迹大王，终于来了。那怎么可能，南美颜第一天对你温柔点。成都第一件事情就是带我姐来安排吃的。你们还记得这个便利店吗？就是我刚开始拍便利店拍的就是它。哇，真的好久没来了，这个便利店里面都大变样了，太久没来了，小篮子都找不到了。你好，在哪里啊？谢谢，拿到一个啦，开始今日份的采购。天哪，711竟然都有福袋了，而且还是最后一个，必须要来安排。哇，好重啊。今日份我的主食呢，就来一个这个吧，是一个照烧鸡排的炒面。阿斯蛋糕也好久没吃了，超级想念，来一个。我最爱的煲仔饭居然有货了，现在买还送纸巾，太划算了。两个放在家里，全部被我清空。最后再来安排点关东煮77吧，我们今日份的采购都搞定啦，香香。哇，我的真的是超满。哦哦，你的呢？还没买完呢，略显单薄。到家之后呢，再来热一下我的便当。彭哦哦之前看我的视频，老说想吃大草莓，这一次等他过来的时候，我偷偷买好了。你们看看，一颗草莓都有这么大。现在陈哦哦在铺被子，偷偷去给他。彭哦哦，看，这个是我为你准备的。哇，鸡蛋这么大的草莓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好吃的哦。快帮我洗干净。挤的时候先来偷吃一个。嗯，好甜啊！来，给你们俩吃。啊，陈哦哦已经开始吃起了。好吃。嗯，哇。你不要争一个吧。来啦，姐妹们，今日份的营业开始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先来拆开这个盲袋里面有什么。第一个我已经拿出来了，因为真的超重，盲袋里面居然还有红酒，里面还有一个猫耳朵啊，居然还有我最喜欢吃的泡面，海鲜风味的。哇塞，那个是宝皮龙最爱吃的鳕鱼肠，没想到我家猫也有份。好布雷奶茶口味的薯片，我的个妈呀，快尝一下，这个吃起来味道怪怪的，一般般。我天，里面这是个啥，属实没有看明白，好多东西啊。还有一包素肉呀，今天刚好没有买饮料，它里面就有一瓶，还是一瓶酒，但是它是啤酒。还有一个藤椒口味的瓜子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蜜桃果冻和一包湿巾。我咋感觉它这是清库存啊，各种奇葩口味的饮料还有零食。这个是一个青柠口味的可乐，生活的仪式感，倒在杯子里面喝。哇，气真的超足。先来吃个大草莓。嗯，好大，很想吃，再来吃一个，两口干掉大草莓。接下来来吃个热狗棒，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韩式热狗棒，一口下去就能吃到香肠。再来最后一口，嗯，热狗棒真的太好吃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嗦一下这个鸡扒面，这个面吃起来很一般，因为它会比较干，而且没有什么味道，配着猪扒来一口。青菜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吃个关东煮吧，肉脆骨丸，肉真的贼嫩，鱼子烧，昆布，再来吃个海带丝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吃一个拔丝蛋糕吧，留一半给我姐，毕竟也是她的最爱。这个真的超级无敌好吃，松松软软，而且里面还能吃到肉松，嗯，太妙了，它是有把肉松融合进蛋糕里面，越嚼越香。嗯，好吃。哇，好啦，姐妹们，今日份的满足呢，到这结束啦，希望你们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，爱你们哦。